画面的部分是有 Virtu 他们专属的时钟标志。那我们划开的话，他们是 Android 系统的界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界面的部分。这是 Android 系统，那目前 4.0 可以升级到 4.2。那再来是 Virtu 它有一个专属的 Virtu Key， 在手机的右侧。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 Life， 在 Concierge， 最后是 Certainty， 分别是生活、私人秘书还有保全的部分。在手机本身的部分，这个是陶瓷听筒，所以陶瓷听筒不管是讲多久它都不会发烫。那另外所有的按键都是陶瓷按键，按键下方都是用红宝石承载，所以触控会比较好。另外就是它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蓝宝石水晶的镜面。好，那另外背面的部分全部都是用小牛皮革来制作，两侧都有不同颜色的压纹，那这款有蓝色跟红色，两侧都会有压纹。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的 Virtu Key 键，其实下面是有红宝石，所以可以稍微看到有红色的部分。好，那再来看一个部分是他们有一个所有的工匠都会在英国汉普郡总部来制作，所以每一款手机都由单一工匠独立制作而成，所以我们每一款手机后面都会有一个工匠签名。这个部分把它打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工匠签名，这就是这只手机的工匠签名。那另外 SIM 卡插槽的部分在这个地方，那手机一样，我们是有防噪式的，后面有一个听孔在这个地方。那这只手机是采用 BNO 音响，而是用立体扩音器双声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手机的两侧都有立体声道的部分。